这个容器是用3C 雕塑涂包有一个6000CC 的保特瓶，所以可以装水插花用，也可以放那个培养土做种子盆栽使用。那3C 雕塑涂包好这个保特瓶以后呢，等涂干了再来设计图案。这个主题是深耕建造。所以这个树根呢就很多很多的树根，这个就是主角，然后有茂盛的树叶，就是表示在主里面呢，在基督里是丰盛的。然后有一个人早晨起来就祷告，在清凉的河边祷告。3C 雕塑土是不用烧的粘土雕塑土，那它跟陶瓷不一样，陶瓷摔了会破，这个不会。哎呀。可以刷洗，也蛮轻巧的。那这个下面是一块那个圆形的木板，所以作品是很平稳的。那这个掉下去不会破的。那我们这边贴有那个圣经的经文，把这个经文再把它图像化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。